그거 뭐 엄근가 그거 뭐 두근가 그거 뭐 세근가 네근가 다섯근가 오고개동굴 개오이 오수 여고긴가 예고긴가 여덟긴가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有点兴奋，因为等一下要来吃迦南的甜品，我买了超级多。我看快递显示他已经在派送了，应该等一下马上就可以到了。我还买了玉米和紫米面包，这些都是我在那个淘宝特价版上买的。我之前不是下载了嘛，然后老是没事我就喜欢在上面逛吃的。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淘宝特价版吧？我看现在都有一亿多人在用，然后他每天都可以抢那个现金抵用红包嘛，就抢到每次都想着把它用掉。就这次我买的这些，加上满减和抵用红包，还划算挺多的。还有这个玉米是我抢到的，它原价我看要39.8，然后我在那个特价班秒杀到的，只要19.8，哇，超级划算，19.8，好像是19.8。它每天还会有那个一元秒杀活动，我每次都会去看一看。有些东西如果你正好需要的话，真的是哇超划算。好了，现在就要等我的甜品来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买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心碗，就是那种小小的泡面碗，我觉得超好看的，到时候给你们看。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奶黄了，我特别想吃奶黄了。这个就是奶黄的，不过它那个馅有点少，好爽。这味道还挺好的，就是馅比我想象的要少好多，我本来以为会多到流出来那种。这个个头特别大，我觉得他家的雪媚娘真的挺好吃的，就是底下那层皮会有点厚。这是榴莲的，太好吃了。那昨天我吃了那个罗森的新口味的奥利奥冰皮月亮，结果我觉得挺一般的。你们觉得好吃吗？我感觉奶油挺多的，但是，就挺一般的。这是抹茶的，好好吃啊！是有点苦苦的，里面有红豆。真是太幸福了。这个超级香的，不过吃这个一定不能吸着吃，很容易就被呛到了。底下皮真的太厚了。
上面设了一个黑芝麻的爆浆团子，忘记按了。哇，怎么又会有这种事情？哇，这馅好足啊！哇，我感觉这个抹茶馅比刚才那个雪媚娘的还要好吃。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个芝麻的爆浆团子不怎么甜，黑芝麻挺香的。居然没录上。这太好吃就感觉散架了，哇，这是杨枝甘露的。就是咖啡味的，我感觉他家的爆浆团子要比欢牛家的好吃一点，我个人觉得他家更好吃。巧克力味好浓，嗯，里面是大块巧克力，这个好吃。这一大块巧克力有点糊嘴，
还有个盒子。哇，它下面都是奶酱。底下还有龟苓膏。这盒子吃起来整体还挺清淡的。它这奶浆是比较稀的那种，豆乳味还蛮浓的。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。有一点给泡菜吃吧，其实我也吃不下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